想要画地为王，人生罪恶超乎想象的手机游戏。最近这几年，关于帮派电影或是电视剧非常受观众们所喜爱，然而现在连手机游戏也开始有这样题材产生。比方说近期内最夯的人生罪恶，就是结合手机定位与社交网络的帮派游戏。在游戏中，玩家扮演的是一名帮派分子，为了自己的地盘、帮派与名誉而努力。因为结合手机定位，所以囊括全台各大景点，甚至连你家附近的银行、医院都可以进行占领。想要来场刺激的帮派体验吗？这绝对是一款不能错过的游戏哦！最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完整的宣传影片吧。拿家伙，上！人生罪恶，一个超乎你想象的手机游戏。Life is Crime， 人生罪恶免费下载。